我看错了。没洗到技能啊！没洗到技能，我要吃屎了啦！我真的要吃屎，真的要吃屎。哎，什么技能都没洗到，真的要吃屎！干，都没洗到。开一次龙科，开一次龙科。这边没有战场的话，就开龙科吧。好安静哦，好不习惯哦，他的龙科没音效。那么硬啊！通常长这样子的不是应该要软软的吗？通常那长这种样子的小怪不是要软软的吗？怎么那么硬啊？好好好，技能不能乱开哦，真的不能乱开，各位。技能真的不能乱开，像这边需要强化珠，对不对？这边需要强化珠就不能开照相机，不能开照相机。下一关再开。这边再把它一波带走哈，因为你这边带开照相机的话，懂？下一关会死啊，所以这边不能开照相机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带走他了哈。这边开亚瑟，再加主角，主角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
好，伪王水妹听说控场有用啊，但我自己是没试过啊。好，然后再到这个这边开强化那个照相机哈，照相机开下去，然后再加龙科，我觉得就可以过了。干你老师，我只转五 C 而已啊，怎么那么烂啊我？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过的啦，还是可以过的。你还骂嘞？我这一次这么多火，我就不信过不了。啊！我没想到光墙。我没想到光墙吗？好妖啊！啊，我们在看，怎么觉得跟上一场一模一样啊？我们这是在看巨幕档啊，就跟上一场一模一样的情况哎、欸。啊，三颗。三颗，原来是巨幅档啊！我还以为是直播呢。三颗哈，三加五多少？人事请回答。三加五等于八哈，我公布答案，大家有没有猜对呢？三加五等于八，然后现在八加五等于十三。那八加九等于多少呢？十三，多点火，多点火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我跟你们各位讲啊，上面我这边全消哈，十六颗啊，上面没有四颗火我就死了，我就死了。上面没有四颗火我就死了。好吧，看来我应该是要 GG 了。除非他给我天降四颗火珠，三颗了，三颗，再一颗，再一颗，有了。哎，大家，你们都这么看衰我是怎样啊？到底是怎样啊？你们就不相信他的天降？流星珠，好，这个要起手哦，到这边停。金老师嘞，先开个这个好了啦，增加短珠时间。先看好反面啦。这是奇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奇迹。还有两只亚瑟可以开，绿到红，但是一定要转到水火木哦。有转到水火木就可以了啦，应该就有减三根回血吧。各位观众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我们要通关了。看到的就是啊，看到赚到啊，不解释啊。
看到赚到。过了。哦，这边就是一个空转嘲讽他。假设对。其实意外这场意外太多了啦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地狱级用亚瑟打意外都很多，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好不好，各位观众？什么赛道？天降也是运气的一种啊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。